的生日愿望是在18岁之前可以去滑雪。愿望是心愿，留在心里就行了。你以为他是送给哪个听嘞？要不要继续抢救？这个决定还是要家属来做。就算是机器人，我也愿意照顾他一辈子。他不想再拖累我们俩，他不想这么活着。年度催泪电影《再见李可乐》由吴京、闫妮、谭松韵主演。电影通过深刻的生活与成长思考，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关于亲人离别的感人故事。导演王小利以真挚之笔勾勒出充满亲情、爱情和友情的完美画卷。主题曲《说好了》由歌手张碧晨倾情演绎，他以清澈独特的嗓音深情治愈离别的伤痛，歌词道尽不舍、遗憾，同时传递出释怀与勇敢的力量。等时间吹白你的头发，说好了陪我长大，陪你变老啊，看见了吧，爱都在啊，曾经的我踮起脚尖呀，现在依然寻长长的生命，短短相见，陪伴着我一段路，慢慢的接受，慢慢拼凑，说好了一起山雪不回忆里的片段，放慢度，多想永远不结束。宝贝女儿，什么是勇敢？不要回头看。